大家好，同温层突破同温层，我是童文勋，我是杨秀宏。那我们接下来谈这个，我们觉得民进党出现异形哈，那国民党有没有异形？也有，其实某种程度，韩国瑜的这种决策模式哈，完全不甩吴敦义，不甩党中央哈，他这种决策模式，那也老实说，他带领的一群人也是不是？是真正的蓝营支持者，我觉得也有疑问。那感觉不是流着蓝色的血液，感觉比较像是流着红色的血液。他就是他，尤其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接受，毫无顾忌的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访谈啊，这种行为本身都会让人家觉得你的基因里头已经被改造了。是好，那更从他的语言啊，什么货出去人进来啊，高雄发大财啊，这些东西都代表着某种程度共产党在搞革命的时候的那一种所谓顺口溜口号，他是用顺口溜在赢这个选举的。哦，那个 slogan 非常明显，就是很明显都是顺口溜，秃子跟着月亮走，对我们跟着秃子走，对对对，这些都是都是就表示他的这种顺口溜有什么样的那个力量。顺口溜力量就是愚民嘛，就是让一般的这老百姓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介入政治嘛，他可以有影响力。那在网络时代的确这个会变成是一种风潮。是，那很不幸在这个过程中，民进党的候选人以及过去高雄执政团队里头留下太多可以被批评的地方。所以那一次选举我其实不完全认为是韩国瑜赢了，甚至我也不认为是国民党赢，我认为就是民党自己啊，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嘛，包括这么多的那个公投议题完全不努力去处理的情况底下，造成民进党非常多人上百万的原来支持者对民进党非常失望，讲白一点对蔡英文非常失望。好，所以产生了讨厌民进党讨厌蔡英文啊这种情绪，那结果很多人没出来投票输掉的。好，我觉得这个基础一直都是在的。那蔡总统最主要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去叫大家说你们没有跟上，不是，是你在这个过程一一二四的责任辞掉党主席其实是不够的。好，你要更多的反省，要更多的实践啊。那当然了，我昨天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最有趣的一句话，说啊，那个蔡总统终于醒过来了，呵呵呵，他觉得从2016年到现在他都是睡着的啊，到现在才醒过来，就是因为有竞争，啊，就是因为那事实上我必须讲个公道啊，3月18号以后，因为有赖清德的进入，使得你看现在的媒体，不管是网络或是报纸。回到执政党的新闻都是排在头条二版，就韩流退烧了，韩流不见了，柯粉不见了，往后退到3版、4版、5版、6版、7版、8版，已经退了，真正回到正常。为什么？因为竞争。那韩国因为赖清德出来竞争了以后，大家开始看出整个执政党有路线之争。这个是真正的新闻，我们所有的新闻媒体大多数过去醉生梦死的是不晓得在搞什么鬼的报纸媒体都开始醒过来了，开始真正把台湾应该要处理的问题摆在最前面。这时候蔡总统的言论、蔡总统的做法、赖清德的做法都跑到了主要版面来了，这个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倒还没有看到说媒体有真正的去比较对比，说其实那个传统报纸纸媒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国民党的中常委跟民进党的中执委是哪些人，各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制度可不可以这个中途修改，这个是过去这是他们一定要做的工作。我们在联合报、中国时报的时代哈，这老早都是这样子，一个人头一个人头，背景背景背景，派系派系派系，谁是谁谁是谁，无所遁形啊，给你公布，这个才是纸媒最重要的任务啦。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啦，老实说这也不难。我们所有的媒体好像都已经缺席了，或者是说他必须要平衡报道，所以搞到最后变成真正应该要做的工作，大家都在模糊里头，是啊，
故意搞模糊里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效应叫什么呢？这叫做装睡。装睡叫不醒，就是说你在民主的过程里头，很多事情你都是要弄清楚嘛。就像最今天有记者来访问我的时候，那个主要访问我的记者问了我一句，说我觉得最棒的一句话是这样：美国关心台湾的选举，特别关心执政党的初选，不是很正常吗？我说你们今天为什么要访问我？这很正常啊，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访问，我们不要访问了。我肯定啊，我说这很正常，所以没有新闻不是吗？可是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说美国关心民进党这个选举初选变成新闻，你不觉得我们生病了吗？我们这个社会是本来美国关心这个事情，老实说哈，多大的 size 就可以啊，在报纸来说，大概邮票大小。贴在这个可能是二版或三版的左下角，说美国很关心民进党初选，因为这很正常啊，这正常的事情啊。啊，为什么正常事情呢，却会被认为说哇，好像很大的事情？这就是表示我们没有依据常识正常的民主轨道在走，在做事情，所以大家开始觉得说啊，美国人关心哦，原来美国人关心哦。那民进党会不会因为美国人关心而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也老实说，你做对了，美国人来关心你，只要高兴说台湾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你不要说美国人关心，今天哦，日本安倍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或是说自民党内部的政治，这一样，美国也一样关心嘛，因为这牵动到你的亚太这整个机制啊。的运作，那台湾在这个地理位置这么重要，你的一牵一发动全身，他都要关心，他要知道，美国国务院要知道说，他们面对的亚洲的情势到底是什么？那中共在上一次选举里头对台湾下这么大的力量，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一件事，美国最近有一个法律要通过，那个名字很长哦，叫 Countering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Influence Act。很长，翻成中文叫什么？叫做美国反制中国政府与共产党在美国施行的政治影响力，也就是统战。中间有一条居然说什么要调查这些中共的行为，包括调查澳洲、加拿大跟台湾他们做哪些事情。所以美国关心台湾的事情啊，不是只是美国说有一个单位在台湾关心呢，不是写在法律里头是美国关心台湾，还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美国国内法，当然关心台湾嘛，这是常识，常识怎么会变新闻呢？就表示我们民进党你要自己检讨了，这个事情你们自己心知肚明，执政党你们在做出某些动作的时候，美国人开始跟你关心的时候，你讲不清楚，就会来问我。但是我们这段要讲韩国瑜是国民党的异形吗？就是好，如果说赖清德可以挑战，或是三一八可以去领表，是那韩国瑜为什么不可以去领表？当然了，他没有去领表。我为什么没有那么重视韩国瑜？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 Washington Free Beacon 自由灯塔，自由灯塔写说什么？韩国瑜跟柯文哲两个人是。Dangerously pro-Chinese，非常危险的亲中共，然后那个蠢到最高点，蠢到最高点啊，那个实在是太蠢了啊！所以呢，美国有没有关心政府厌恶的两个人？美国有没有关心国民党？有没有关心像白色力量的柯文哲他们要参选？他们已经贴标签了。杨老，我们还是要回来关心韩国瑜。韩国瑜，韩国瑜如果是国民党的异形，他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讲说穿肠破肚而出，穿肠破肚而出。其实我哈，老实讲，因为这其实也是吴敦义自己的问题啦，朱立伦您这个问题，你们自己不努力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你们就看着国民党哈，就最后一口气，曝尸街头。到最后就是被韩国瑜这样的力量，到最后跟你瞎整恶整，到就是这样。可是很多人认为说，韩国瑜重新引起的这个蓝营支持者的热情呢、啊，可是然后不让他选的话，大家都要去围攻党中央啊。那问题就是你最基本的 ABC 你没守嘛？
这就是你做一个领导人，你是领导人啊，不是被人领导啊。好，也就是说上次的换柱事件造成他现在变成垃圾场。我知道你的那个问题了，我们要问的是韩国瑜你听谁的呀？如果你听的是北京的，那你就是异形嘛。对国民党来说就是异形嘛。啊，不过呢，对很多的对国民党不寄希望的人却觉得刚刚好而已。国民党你就是自己多行不义，到最后就长出一个韩国瑜这样的异形，结果到最后穿肠破肚而出，把国民党曝尸街头，这不是很多人台湾人的期望吗？很多人不在乎。所以韩国瑜这个行为，我们很多人不是非常在意的原因，是因为他这样做下去只是害死国民党而已嘛，那有什么不好？有很多人是这样想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帮蓝营的这个支持者想一想，你们要不要去思考一下，支持韩国瑜到最后国民党会变成怎么样？一个是他的初选真的韩国瑜出现吗？这个我们可以辟专章来讨论了哈。那一个是他没有出现之后他退党参选。哦，这个哦，我们要不要帮国民党想那么多？你看，就是郭台铭不就出来了吗？是系出同门啊，也是从北京来的哈。然后呢，我后来在媒体上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哦，韩国瑜跟郭台铭啊，这个事情啊，是同盘啊，撞上铁扫把，恶人自有恶人磨啊。这个你去 Google 查，这是中国的古代的戏的那个章回小说里头的标题啊，同盘撞上铁扫把，恶人自有恶人磨，也就是这两个恶人互相磨来磨去。国民党现在就处于同盘撞上铁扫把，搞得王金平啊、朱立伦啊，他们想好好的作为国民党候选人，根本就靠边站，都没有办法，他们不敢去，因为韩粉的这个可怕，所以他们更不敢去阴其风。所以遇到韩国问题，好像似乎他们就保持沉默，或是礼礼那这个就是无国语之乱嘛，因为这个责任还在吴敦义啊。因为吴敦义自己领导无能嘛，你就没有办法领导。就是我，所以那一天不是在这里讲吗？吴国语一进来，整个池子只剩下吴国语，其他鱼都死了啊。是今天的国民党就发生这个事情嘛。那我老实说，我韩国瑜自己去是怎么来的，要怎么去都不知道的人呢、那他到底会不会参选到底，我也怀疑的。郭台铭会不会参选到底，我也怀疑的，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家，各自有一本极难念的经呢、我们等着看、那但是国民党自己这么没有领导力，他已经在台湾变成边陲，然后还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子每一个要选举人都要跑到北京啊去朝拜一下，你真的是太没骨气了，太没出息了哈！台湾人不会选择你们的啦，所以我才一直讲说，其实这场选举哈是民进党的初选决定了以后，就是大选的决定。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说，那你国民党今天这种局面怎么可能会选得下去？虽然你们制造了很多的网络的声量啊，好像很厉害啊，那个民调看起来你们很高啊，可是我觉得这里头都还是有很多幻象，很多虚假。那现在我们只缺的是民进党如何整合回来的。那你刚刚提到说啊，这个是不是国民党碰到了异形护体？那老早就是了，而且还不止一种，各种异形都护体。所以各位，现在民党的问题跟国民党的问题都是已经是血液不存，然后被植入很奇怪的这个基因，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那个母体啊，这个给你建株还是什么东西已经种进来了、那现在的问题在于说，这个我们就这两大党其实支持者每一次其实都是在两个烂苹果中间要选一个，是那含泪投票。一直以来不是另外一个党赢另外一个党，而是因为厌恶某一个党执政党，所以就投票给当时的在野党。
好像在几次的报复型投票，报复型的投票，我们还没有真正叫做赌蓝啊，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入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那我们还是要回来谈，就是说什么叫是 才是真正的民主？就是说一边初选一边改规则，现在两党都在这么做，国民党或者民党都在这么做。那么一边改一边初选一边改规则，然后还告诉所有民众说这个叫做民主机制。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下一段我们进来。感谢 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